为了这场胜利牺牲了很多的同志。某人，就你。我想率苍狼突击队潜入平线，最大程度的扰乱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。必须制造混乱，分散敌军注意。今晚按照原定计划摧毁军火库。等等，阁下，我们找到共产党秘密联络点了。这是远远接触到特殊训练，必须消灭这个敌人。走不出，不帮我求。如果这个人必须杀，可以交给我。包围しろ、必ず殲滅しろ。按照原计划撤，一旦危险就别跑，别跟我废话，走啊！到底在哪里？只有坚持才会胜利，才能决出方针。开火！